李林鎮位於彰化縣的西南角，是當地四鄉鎮的經濟中心。為了建立營業事業，吸引青年會當回來家鄉，李林鎮長蔡詩傑21號早起帶領一級主管參訪大雅大學，觀摩大雅大學三校合作、大學社會責任、責任奠定成果，雙方也簽了地方創新計劃合作備忘錄，希望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，打造李林产业环境，建立李林城乡品牌和循环经济。李林镇长甲大雅大学签订地方创新计划合作备忘录，建立李林城乡品牌和循环经济，吸引青年回流。看这前方哦。李林位于彰化西南角，早期文风鼎盛，成立真济个文团体，伫日本时代嘛留落真济巴洛克式建筑。另外，李林镇农产丰富，其中红薏仁、荞麦、酿酒葡萄是李林三宝，红龙果、红水梨啊、甲葡萄是李林三果。为着要推动地方创新，优化在地企业，增加就业机会，李林镇公所积极透过地方创新计划，打造李林良好产业环境，吸引青年回流。大雅大学其实它是一个社区型大学，而且是用那个 USR 就是我们学校社会责任来做那个学校的一个发展主题，所以我们在地方的部分，我们希望能够借由学校的一些能量，然后来地方创生，我们可以有益助我们很多的一些观念或者目前可以做的，包括科技农业，包括我们建设，还有我们环境，甚至于社福，都是我们希望能够跟学校来做合作的一个部分。那今天特别很感谢我们学校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签约的一个仪式，那我们也希望带主管来这边看看学校的一个环境，还有实际的一个实务的状况，然后可以做一个连结。大雅大学校长表示，这次跟李林鎮公所签订地方创新计划合作备忘录，将共同推动一级振兴、立地加值、三级脱销来推动四大核心事业。国发会呢，为了因应未来全国的总人口的一个减少呢，以及呢这个地方的青年呢流向了这个都会区呢，这个积极的去来推动的地方创生的一个国家策略。那在彰化县呢，有26个乡镇，其中有19个乡镇呢是属于要积极辅导地方创生的乡镇，那二林镇都属于其中之一啊。那二林呢，它很有名的就是有山宝和山果，都是闻名于全国的一些农产品。那大雅大学呢，有7个学院，那其中呢，我们有这个深知学院，还有这个。我们的官参学院呢，这两个学院都可以积极的对应到这个二林的一个产业的发展，怎么样来协助二林呢？这个积极的去发展它的观光，发展它的这个整个地方的一个建设，让那个青年呢能够回流。依据地方创新资料库统计，李林镇最近十年来平均每年人口流失大约是422人。到民国1809年二月底统计，只存49970人，镇民平均年龄是45岁，其中65岁以上人口比例，佫较是高达19.2%，是将要迈入超高龄的社会。因此，李林镇方列入地方创新优先推动的地区。新彰化新闻北平林大川采访报道。